咱迄个师傅甲咱讲啦，讲学道吼，
愈学愈和平，啊，修道愈修愈欢喜，哦，啊，讲道就爱愈讲愈入圣理，办道愈办愈客气，行道愈行越恭敬，哦，我较感谢你。
啊，袂使伤伤伤热一阵吼，啊，爱偏下偏低，啊，袂使伤远去吼，啊，低心下气吼，啊，学习提心修大吼，啊，若唔捌，咱就要甲手教，吼，提心修大吼，天成甲手艺吼。唔捌，就来共请教啦，吼、哦。比如讲，你一来啥物工作唔捌，咱来请示咱个前辈者，吼、哦。啊，学道吼，安尼才会成功，吼、哦。啊，修道呢，修道就爱修到愈修愈欢喜，吼、哦，茫修到规个怨气规大堆，吼、哦。大家也欢欢喜喜坐下班，啊，大家欢欢喜喜，吼、哦，就来听。啊，修者修身了，就爱啥呢？万年放下，啊，清净本心，淡泊富贵淋漓，吼、哦。修道就是爱修到安尼，看看破，这富贵淋漓，吼、哦，茫看到伤过重，吼、哦。啊，修道哦，爱修到修到安尼，天天日日拢会当精进，吼、哦，日日拢有进步。啊，日日会当欢喜，吼、哦，显示出咱修道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，吼、哦。安尼吼，咱会当得润创新，得润啊吼。咱这得带咱地印重新哦，地印咱这迄个重新哦，啊，伊印哦，子孙哦，迄个印标给咱地印着咱的子孙哦。啊，讲道呢，讲道啊，就爱愈讲入心理哦。讲道爱多练习啦，哦，你像。江苏拢拢嘛爱学那练习，迄话喏，江苏吼，徛海到顶悬，同我紧张到吼，有时啊，煞毋知要讲啥物话啊。真正我迄落介早毋知几点钟，迄一个频道，徛海到讲台尔，紧张到同我目屎流啊，讲话讲袂出来啊。啊，迄落。讲道吼，毋是迄个讲师的专利呢。讲道毋是讲干咧讲师有法度讲道尔。譬如讲吼，咱大人，大人也是咧讲道咧，吼、哦。啊，迄个去家访，嘛是咧讲道咧。吼、哦，咱讲道吼，伫咧日常生活中，拢总是咧讲道，吼、哦。啊，讲经摄本性，明理悟本心，吼、哦。爱讲到吼，真正会深入，无像今仔日同我讲的这十条吼，这是深入的建议。我后下吼，因为吼在所学浅，所以讲到会当真深入吼，可能无可能啦。哦，啊个，若讲了无好的所在吼，咱对前面吼，若遇到的时阵吼，那都甲后下指正。就爱讲到真正的深入吼，啊，办道吼，办道愈办着愈有客气吼，办道是行菩萨道啦，吼、哦，办道是生命的服务啊，吼、哦，爱有充分的爱心甲耐心，吼、哦，你若无爱心甲耐心吼、哦，真正无法度办道咧。
比如讲啦吼，像咱点人厝，因拢定来出国开放。你出国开放，真正有哪足艰苦嘞，无困难嘞。你十八半个月拢爱打鞋嘞，吼啊！迄个像咱上大部大鸟，伊若变过外人开放，费拢爱三个月。啊，外人的脾气你也看遐很弱啊。啊，伊安尼拢脾气就三个月，一冬拄啊住台湾半冬尔。啊，韩国安尼处理拢。无万元就对了，哦，迄个是咧办桌啦，哦，啊，所以你茫看人出去办桌，啊，那就出咧佚佗，其实办桌出去无了无人佚佗啦，迄位坐车坐三四点钟，一脚脚酸起来，迄足艰苦咧，啊，热是热甲饭食袂落咧，哦，啊，迄、那个，所以讲办桌爱有爱心加耐心。啊，办桌是咧救人咧，哦，办桌咱出去办桌，就点人出去点一个救一个，哦，迄办桌是咧救人咧，哦，多一个救一个，爱真心付出，互因出去开放，因付出伊个时间甲金钱，哦，伊个体力，哦，奉献了完，啊，办桌啊是咧办付出，哦。饭桌哦，爱会当食苦耐劳，一步一脚印安尼打稳哦，做一个迄落苦海甲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座桥哦。啊，行道呢？行道就爱愈行愈勇气啦吼。行道在实践，行道你就爱实在去做哦。哦，你若无实在去做，迄无算无算行道啊吼。以圣贤为师，吼、哦，啊经典来甲咱鞭策，吼、哦，迄经典爱看，吼、哦，四书五经爱要爱看的，吼、哦，像我真正拢毋捌咧看经典啊，啊时到要着咱教的那阵，甲大咧现啊，有当时啊讲甲袂解清楚啦，吼、哦，啊真贤呢？来提鞋，哦，来提骨，啊有智慧，真修实练的修行者，行住坐卧，迄举手投足吼，拢爱达到中规中矩，哦，一言一行，咱的讲出来话，啊，咱的行一言一行，哦，拢是。要真学习的典范啊吼，从成为众生模范的榜样啊吼，从咱学道吼，第一，咱就爱如何提就是安尼吼，爱对待一个修道人，互外人看来，你就知影讲。看伊个面相，啊，就知影讲你在修道人啊。因为你修道吼，真正在修的人吼，你的面相吼，含咱普通的人无同款。咱有在修的人吼，修甲咧自白善眼，非常的慈祥慈悲，含咱普通的人无同款。哦，啊，迄、那个。咱迄个一心修班，追随金线走嘛吼。啊，追随金线走就是安那嘞？追随金线走就是，咱拢是迄、那个，咱一贯都是分十八支脉嘛吼。啊，迄、那个金线走就是，就是咱行业嘛，咱行业如何如何单业嘛吼。咱迄个金线就是咱做啥嘞？金线就是道呢，哦，道呢就是咱任何迄个行业如何这条道呢？哦，莫讲别个单位啦吼，莫讲别个单位的道亲啦，哦，甲你讲，
你来阮遮收，怎会当成道？哦，袂使讲按照咱要去报伊收，啊，咱就要报伊收，因为咱爱，咱有咱的道呢，哦，咱爱追随着啥？师尊师母吼，咱济公老师吼，阿老仙人、丹仙人吼、周仙人、扁担师的脚步行，这条金线爱甲绑落岸，吼、哦，难放手。啊，你一世人拢安尼甲修，吼、哦，你自然大家也就会修到。吼、哦，啊，最主要就是啥个？通啊，招咱。你搁会求道，咱都求了完吼，咱一世人甲求一遍就会使，万搁求第二遍，吼、哦。伊，你想，咱都求过啊，别人要搁求，你搁去别去求，你就讲我都求了啊，我无爱搁求第二遍啦，哦，因为求第二遍吼，咱第一遍是有好好迄个领着天命的灵书甲咱点。点到到地，咱拢一定拢灵根拢有现出来咧。啊，你若搁予迄个无领着天命的点第二遍，哇，搁去来谈来，无差甲要点。哦，所以爱记，咱点一遍就好啊。哦，啊，人通少，啊，你搁要点第二遍，或者千万万安尼，哦。啊，第二二角修行，二角修行五性真人者，吼、哦，二角修行就是啥呢？就是三宝的修持啊，吼、哦，修持方法啦、啊、吼、哦，有代志无代志，啊，常常修持咱的三宝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的三宝吼，咱点元师已经传予咱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梦唔知人去家用，吼、哦！啊，唔梦是讲撞到困难的时阵家用，吼、哦！平常时的时阵哦，可爱甲上天心心相印，吼、哦！啊，小契合，吼、哦！啊，一个人吼、哦，若平常时啊吼，来咱时时修行，吼、哦，相合之气，自然就会引发善因善缘发生。哦，俗语讲哦，天官跳凤来倒，吼、哦，点开就是无计报，哦，就是讲点元师甲恁点的迄个所在吼，互你会当明心，哦，互你会当离国修行，把这个万念哦归一念，再把这个一念哦来放下落来，哦，那安尼就是你本来的明目，哦。啊，五性嘞，五性就是啥？五性就是了悟咱的灵性，吼、哦，也就是讲生来死去的门户，吼、哦，专心吼、哦，咱这个专心只有灵性是真的尔，吼、哦，啊，真人多吼、哦，真人真多，啊，那要如何多呢？就是日落之中吼、哦，时时刻刻回光返照。啊，耳目休闲，吼、哦，啊，目睭吼八分闭，眼两分开，吼、哦，啊，看住咱的灵师所指点的迄个所在，不舒适，不舒服，吼、哦，就是咱所讲的真人静坐，吼、哦，行住坐卧之间吼，拢会当修住真人之地，吼、哦，安尼就无离开本性啊，吼、哦。方寸果田应该要时时予伊当清净，无尘埃染着，时时回光返照，照见住家的主人。爱记哦，爱无时无刻，哦，这心够意嘛，甲师傅调，哦，这念头慢慢走，哦，这就是咱比较修的真人者，哦。啊，第三呢？第三就是啥呢？第三呢，三位一行用个大法手，哦，三位一行，三位是对三位呢？
三位就是三个，就是咱人目睭哦，内面有两个人啊嘛吼。咱目睭内有两个人，两个大长骨啊，伫目睭内，恁两个，啊，佮加上咱这个灵性，哦，加上咱这个真主人，哦，安尼拄啊三个，哦，就三位一灵嘛吼，用个大目睭，哦。啊，三个人做伙驾驶着这只由苦海这个处境吼，到达到极乐世界迄期间，哦，啊，然后吼必须动手动办，哦，携手向前，分工合作，到圆满，爱有众生，无有我。动心才会当行啊吼，动力才会当力哦，动心动力强加大法招哦，这就是迄个三位一行强加大法招哦。啊，第四个，第四就是迄、那个咱四海德容修德莫停留啦吼、哦，四海就是迄全世界国际啦吼。国际就是四海嘛吼，四海德容，德容就是世界各国的德哦，办到非常的方便哦，啊，四海德容哦。啊，迄、那个唔免讲啥啦，啊，迄、那个全世界佛堂嘛，咧一间一间安尼开哦，加咱莫讲别个单位啦，加咱讲义和圣堂。二号单位，咱县的二号单位，哦，干脆外国开放的，我看嘛不止十个国家，哦，一定有超过十个国家，啊，拢去啊，开放啊，啊，咱的前辈者，哦，咱的点关师，拢奉献时间、金钱、精神。哦，到世界各国哦，去宣扬一贯道的迄宗旨甲理念哦，予一贯道在世界上吼、哦，每一个角落拢会当发扬光大哦。啊，修道无停留就是呐，修道这条路行落，袂使停止，爱继续行。比如讲。咱要到台北，啊，你嘛到台中就落车，哦。木香油，你收落一定要到百货二楼盖棺论定，安尼才会当停，安尼才会使，哦，袂使停止。哦，啊，五凤呢？五凤临门，五凤咱知影，长寿富贵，空灵。啊，迄、那个好德善终，哦，真好德啊，哦。这当时，若这五方吼，五方你会当讲，拢伫你的身上吼，无可能啊！真正足少，这五方拢伫你的身上啦。比如长尾修，有啊话长尾修无？叫吃长尾修，起码世界上上界长尾修的就是日本一个方子。食到112岁啊！即马，伫世界上
对一个一百十二岁，迄失肠胃受伤在痛个啊。哦，啊，你肠胃受，有时啊，你嘛袂富贵啊，无可能会富贵啊。哦，啊，肠胃受，有时啊，你嘛是有时啊，无健康。好、哦，啊，你肠胃受，你有时啊嘛无迄个结石。哦，啊，肠胃受，有时啊嘛袂当成熟。哦，像迄个浦海的妈妈，伊是肠胃受过，毋过九十一岁啊，嘛是算肠胃受个对啦。啊，若是伊个去量过，嘛是无健康。好、哦，啊，讲富贵嘛无偌富贵。哦，啊，着去量过，啊，每日一日度过一日，啊，伊嘛是真。心内嘛是真爱讲，我紧走，阿都都袂走。但是啊，互我去阿婆哦，我差不多无几日才会去阿看一遍啊。啊，我去了，你啊叫母啊，阿伊就讲，肯定啊，阿你过来六钱啊呢？啊。啊，迄个又搁喘大气啦，讲啊啊，拢袂死啦，咱做事实啦吼，有时啊听到实在有咱真心酸啦，哦，伊倒大咱嘛是足艰苦啦，啊，咱做事实啦嘛是足艰苦啦，我讲长寿有哪无代表好命啦？科学一个好病哦，叫我们四十年，花四十年好啦。看迄精神、金钱，你要看用偌济地心啦。所以长寿吼，当时啊拖愈久愈害，愈艰苦。介好吼是安尼，一声会当转去安尼上介好啦。科学一个长寿吼，介早。一个公司，伊加班拢加到八点嘛吼，啊八点啊，身躯洗洗，啊着出外口坐，啊去外口坐坐坐，讲无完了，讲头啊怎啊交落啊，啊怎啊转去啊，安尼是毋是真好事？安尼嘛是算善终嘞，哦。啊，迄个看到是啥？伊即幅即五幅哦，五幅就是即看到伊会有好个德行哦，即项上重要啦。因为德哦，因为德是人生哦幸福个基本啊。哦，你即个德啊，啊好德是快乐甲幸福个基本啊。哦。啊，对哦，会当滋润着其他舒服，哦，你这个对吼，这吼就会当滋润着这两三事之事啊。你吼着你有德行，你会当滋润着这四吼啦。哦，你有吼有德行哦，你可能时啊无杀生，哦啊会有定咧放心。哦，你自然你就等会收啊。哦，啊富贵，可能时啊你有在行功了缘布施，哦救助别人，哦，哦这你自然话出事，有时啊你就会真好个，哦地位真尊贵，哦，啊风流，风流你若有在听，我真健康嘞，有诶吼食到。食到八到十五吼，要去做两个工作呢，啊，要骑脚踏车呢。迄像我若要去两个，暗暝还要骑脚踏车去佚佗呢，真正啊真健康呢，哦啊善终，活足久，善终，就是无遭受着歹好，哦，半中途拢无遭受着歹好。还可以选中哦。
啊，迄落，啊，迄咱这迄落坐家吼，修道上较重要就是啥？坐家，啊，坐家非常不容易哦。一个家吼，若要会当坐吼，有哪非常困难嘞？哦，咱讲一个家好啊，咱毋免讲到国家啊，哦，这国家都袂好啊，吼、哦，另外即几日大家冤家冤家家，哦，啊，迄、那个一个家吼，有时啊，大家辛苦袂下啦，兄弟姊妹袂下啦，哦，这着要坐家嘛是足困难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。这个定呢，就是后面原因甲根本啊。这是好的观念甲评分啊，啊，复习得个结果甲表现啊，反正这因果就对啦，因果啦，哦。像即个咱，可能今礼拜咱交通无弄死两个无哦，这嘛是因果呢。今仔日因两个交通，若放甲砸迄个落来，砸迄个违规的落来。去三个拢袂死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最主要就是迄两个警察刚查迄个违规落来，哦，啊，伫遐咧写红单，啊，后壁一个精神无好，我伫后壁甲弄落，迄就是个。拢得这点非常的重要，哦，咱可能时啊吼，天公了完，这就是得，哦，安修得来了完，哦，哎，咱来讲玉金清净，哦，玉金清净自在游洒脱，玉金就是眼力必舍心意嘛，哦，玉金清净。就是啥，目睭无要看邪色的物件，哦，啊耳仔无要听迄个歹的声音，耳仔哦，迄、那个所偏的芳草吼，哦，啊迄、那个指尖就是所接到的味道，哦，啊心经就是所接触到的粗细、甲冷的、热的、甲淡的，哦。啊，意经就是呾思想的称谓，起心动念的时阵，你若管伊善念、恶念、吼、哦、念念、净念吼，一概拢呾插伊。若安尼无妄念，安尼就是六根清净啊，吼、哦。咱布袋花上，布袋花上吼，伊有一首迄个插秧诗吼，伊有讲：所把青秧插满田。低头便见水中天，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啊！吼，这首诗哦是布袋花上哦，接受一个农夫哦来供养了后吼，啊为说法开始的一首诗啊！吼，伊讲一把青秧哦插满田，低头就看到水面的。
迄个漂亮的蓝天吼，也看到家己啊吼。一般人的通病就是啥呢？只有看到别人的迄个短处啦，啊无看到家己的过失啦吼。啊，水中天的就是啥？咱就行，中天如行，人爱有自觉自悟吼，许本性的咱清切善见啦吼。即个咱六根清净方为道啦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使家己个眼力必须使伫去六根吼，无互外口个色声容易触发，去六根吼，力量时时保持自性个清净，安尼就是道啦，安尼就是修行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退步原来是向前哦，这真正有，那就有一个哲理的意味啦哦，冒险的意味就对啦。那个想看卖，咱农夫哦在播田的时阵哦，一面一面拢去啦，对后壁伊来摕嘛吼。啊，退倒来到田花边的时阵去扩田吼，迄秧苗吼拄好插好，其实吼是速退为。速退而时进啊！哦，有时阵哦，退让就是讲完全的消极啦，反倒转也是遐积极的转进啊。咱人甲人相处吼、哦，斤斤计较，哦，争执互相排挤吼，诽谤，那呢佫成就啥物呢？咱倒不如哦退一步。哦，寻求搁较大诶成功，哦啊，因退步嘛是算好啊，哦。咱来讲七德善水，哦，七德善水自心依天下的哦。七德善水就是迄道德经吼。伊个玉水中啦吼，玉水中啦，迄个道德经玉水中吼，伊个七德善水个吼，迄个老子哦，心目中的上仙就是啥？上界代表的就是水啦。因为水吼，伊个德吼有七种啦。我讲七德善水就是安尼，有七种。
伫着迄领域里，把咱讲水有即七情就对啦。啊，其实水也毋是啥物，也毋是人，也毋是啥，伊是安怎来讲水有七情？其实伊是咧影是来讲水吼，咱着爱学去学习水，伊个情个意思就对啦。有水哪有水？伊哪会知讲情来吼？哦，伊是咧影是安尼啦，哦。其实水吼，你着从伊个基上下，哦，伊水吼，伊拢落去下骹落来个，从顶面落去下骹落来，算讲欠下意思着对啦，哦，真欠低啦，哦，啊伊吼。伊迄个，真难咧解说哦，解说真长啦。哦，咱有当时啊讲袂了，咱讲十条哦，讲袂了，咱要搁七个时数，可能会时间差不长。咱今年咱国家不这样，不这样讲，到了华天了哦。七条善水润心益天下啦，吼、哦！滋润身心，吼、哦，饮水思源，天心用事，吼、哦，所做诶代志，下无下偏心啦，吼、哦，下无下德啦，吼、哦，袂当用私心，用一种安尼着，袂当用私心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吼。就会当依天合啦。啊，八德呢？八德就是啥？八道财歌，欠下真实修啦吼。八道财歌就是啥？咱人吼，伊学问真深就对啦。伊学问真深啦。真有才华啦，哦，安尼意思啦。啊，你学问真深，真有才华，你着爱谦下，哦，你着爱谦卑，哦。袂使愈恶，哦，啊愈高高在上，哦，安尼着袂使，哦。如果一个人吼，伊写的文章真多，而且吼质量真高，安尼叫做八道才，八道之才啦吼。啊，头脑非常好。比如讲啦吼，迄西方的人吼，有一个人吼，会晓八种语言啦吼，安尼是不是八道才哥？因为迄个西方吼，迄欧洲遐国家吼，迄语文吼。像意大利、法国啦、西班牙、葡萄牙啦吼，哦，伊个话吼，拢差不多八话就对啦。啊，伊也要一个人，要八种国家的语言，哎，嘛是算讲八道才哥，吼，真有才华意思，吼。啊，修道人吼，伫道场吼，伫道场中一定爱真谦卑、真谦虚，吼，爱尊敬前贤。啊，搁爱用心提拔自学，吼、哦。啊，如果修道人对前贤、对长辈无谦虚，啊无恭敬，那安尼吼，一定会看袂出这个修道人有道气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长辈年纪比你较大，前贤修道的时间也比你较久，本来就应该爱尊敬啊，吼、哦，尊敬前贤。啊，面对新的道亲哦，人才嘛爱真认真、真用心哦，去给帮助因。哦，啊，因唔奈真真正正、实实在在，安尼修甲公完过满哦。啊，来讲九六度嘛，国情基础。
九六九化就是啥？九六就是咱嘛会使甲解释下做乾坤啊，哦，九六啊嘛会当甲讲阴阳意思啊，哦。啊，这乾坤拢爱解阴多教化哦。啊，迄落国尽机之极，国尽机之极就是啥？譬如讲，咱一个国家总统有总统的职责，吼、哦，啊，行政院长有行政院长的职责，啊，咱道长，咱典范师，伊嘛有伊的职责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迄落领袖嘛有领袖的职责。啊，单主嘛有单主的职责，因为单主哦，伊的职责非常的大，单主哦，伊的责任非常的大。单主哦，因为啥？单主哦，伊是领上天的使命，来搭帮助道，哦，度化众生，甲道亲结缘。所以哦，单主的职责哦，非常的神圣。哦，嘛是非常的光荣的天职啦。哦，有当时啊吼，咱这大主吼，话吼大些落去，无暗用，迄嘛袂使的。真正话大些落无暗用的，有哪有呢？啊，话些落去，佮有废话嘛是有的。哦，迄拢袂使的。拢违背天理呢，哦，啊，咱做这班主的人，爱去苦，爱去度化众生，哦，爱去度较济的人来坐这只法船，佛堂就是法船，哦，啊，度较济人来坐这只法船，望这只法船就啊，空船转到彼天，安尼袂当多猜，哦。啊，俗语讲吼，有一句话讲，人一人知万人万人生啦，吼、哦。一个人若有智慧，你才众生，才几万人伊会成立做善事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一人戆戆，你无智慧，万人就会归去地狱，吼、哦。啊，因此哦，大主哦，最主要就是啥？爱有智慧，一定要认清使命。积极领导道亲，带往彼天，吼、哦，安尼才不愧承担上天所赋的职责，吼、哦，而成为哦三千六百姓、四万八千贤的候选人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佛堂就是法尊啊，吼、哦、啊，端主就是尊长啊，吼、哦，所以。端主吼、哦，责任非常的大，哦，茫想讲啊，做端主啊，啊，应付应付，哦，袂使安尼做。啊，来，咱来讲迄落，时空宽容，时空宽容，成就大佛果。西方就是啥呢？咱的迄个
四肢八壁啦，迄落，迄落咱的厝边啊吼，是管讲完全的，比如讲咱的家庭，咱的家庭嘛是要有宽容，吼、哦。啊，伫当中伫的时阵是相手合掌吼、哦，啊合心吼、哦，代表吼、哦、是宽宽容，吼、哦，啊。中期吼，中期是配合讲，伊个意思就是讲万众同心，万流归宗，吼、哦，同心同德，普度众生回天，吼、哦。啊，手势虽然无简单，是个伊含义拢受伤啊，吼、哦，爱领悟伊个妙义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是方宽容的，是方就是家庭、社会、道场，吼、哦，国家、全世界拢爱宽容，吼、哦。社会你也像，社会嘛是爱宽容，你家庭若无宽容，这个家庭袂好啦。哦，啊，家庭这社会若无宽容嘛是安尼。社会像啊，即几日啊乱起家，定爱抗议的吼，拍、哦、警察的嘛是讲袂宽容吼、哦。啊，国家、全世界拢爱宽容吼、哦。啊，修道嘛是爱互助互谅，互相扶持，行沟通，啊，互合上下，好好上下配合，上下包容吼。哦啊，成就大有果就是啥？成就大有果就是家庭哦，非常的迄落，达到幸福美满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社会非常的祥和，国家安定，吼、哦。啊，世界太平，道场、风顶，啊，道气非常的旺，啊，道亲哦。大家都会当信佛、信菩萨，哦，拢有各位，转去离天，乐逍遥，哦，这就是咱迄个十条，哦，迄、那个这位菩萨哦，甲咱慈悲信佛的，哦。咱即摆过来，咱即摆即十条解说了，咱即摆来讲迄个思想歌啦吼。思想歌，咱先来念一下吼。一修人我不计较，二修彼此不比较，三修处事有礼貌。四修见人笑微笑，五修吃亏不要紧，六修待人要厚道，七修心内无烦恼，八修口中多说好，九修所教皆君子，十修大家成佛道，若是人人能实修，国国净土乐逍遥。咱先来听一遍啊、哦！
三兄出世有礼貌，四兄见人要微笑，五兄吃亏不要紧，六兄待人要厚道，七兄心内无烦恼，八兄口中多说九兄说教皆君子，十兄大家成佛道，多是人人能思修，佛国尽不乐逍遥。我们在社会中不可能离开群体而独自生活，因此在群体里该如何与人相处及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，这首实修歌给了我们最好的方法。什么方法呢？就是和人相处不计较不比较，对人有礼貌要微笑，学吃亏要厚道，常说赞美好话，多结交君子朋友。如果可以做到这几点，那么不仅自己没烦恼，也能和大家共成佛道。所谓人成即佛成，就在这首实修歌里了。小人我不计较，二兄彼此不比较，三兄处事有礼貌，四兄见人要微笑，五兄吃亏不要紧，六兄待人要厚道，七兄心内无烦恼，八兄口中多说好，九兄说教皆君子，十兄大家成佛道，若是人人能思修，佛国尽不得逍遥。咱若调无啥听着吼，做细声吼，这条歌足好笑啦，啊伊也会观音嘛，会解音嘛。快改迄个，改改成这条师兄哥也会哦。义兄联络不计较哦，免咱人做伙唔免伤计较啦哦。伊有当时啊，兄弟啊，存在善嘛，都爱计较啦哦。计较甲想下，这案例非常的多啊。啊！伫道场咧做工课嘛，嘛伤计较啊！哦，嘛讲好啊，你做较济，迄个宾馆咧前辈叫咱派我做较济，啊，拢派什么伊人做较少，拢拄啊计较迄落啊！哦，啊，有当时啊，伫家庭中嘛是安尼，家庭吼，啊，大家互相会扫涂骹，会洗衫，会油涂骹。哦，拢唔免去计较迄，哦，免讲啥啦，涂骹伫厝，我涂骹拢嘛捌咧去，啊无讲会擦咧啊，啊无咧惊着，伊咱了会晓做，啊咱若像当做运动，哦啊唔免去计较迄，哦。太太意味了。吓啊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阿姨较辛苦啊，阿姨。
通去煮饭，安尼就留涂骹，哎，大家互相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像迄个啥，互相彼此做比较，咱莫去比较迄个啥，比较人个好嘢啦，啊，咱啊善个咧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迄个他们啊，拢有住迄老啊厝，咱住即条啊家厝。啊，行拢去塞迄落变路的车，啊，咱塞即落龙虎尾啊。啊，比较愈比较啊愈烦恼，心内吼愈袂平静，气闷气，计着即落翁也袂趁钱，吼、哦，啊，生活也无好，吼、哦。啊，塞单公车我紧嘛是同款咧走。哦，迄个前几个新闻有在报啦，迄个去年啊，去年迄个意大利哦出产一种顶级超跑啦，顶级超跑诶，顶级中的超跑诶，顶级了对啦，超跑中的超跑啦，迄一只几万呢？高清800万啊！塞票啦！啊，伊个手工做诶，手工做啊，去年拄啊出产五只啦，一年当出产五只。啊，迄个别个国家啊，分配两只啦，啊，咱亚洲只分配三只啦。啊，分配三只吼，咱台湾其中就带这一只，讲咱台湾吼非常的好嘞，咱台湾的经济也阁真好嘞。你讲万讲，大家咧嫌，大家出去咧抗议，哦，其实台湾真正足好，真正爱，大家嘛爱台湾，阿强啊嘛爱咱台湾，我、哦、爱。大家咧选举，大家嘛爱台湾，哦。啊，伊吼，伊吼，迄个咱台湾就配得一只，你看台湾经济嘛好。啊，即嘛吼，有一种车啥物个？伊个大部是即种，一种啥物车？你电视出来吼。电车的车，迄个呾含起来电路的，咧装伊个等级呢，含伊个钢铁的呢，嘿，要钢铁呢。但是伊呾三月挂牌的车吼，1400几台啦。三月哦，三月一个月伊就挂1400几台的车哦，大概哦。啊，你讲？台湾经济歹，无歹啊！你若去到外日本哦，你敢食一碗面讲300几块啊？哦，咱伫咱台湾食一碗面40-50块就贵个啊！讲，咱有去日本佚佗过人，你就知影，一碗面是毋是300几块？哦。讲台湾真爱珍惜，爱好啊珍惜啦，哦，啊唔免着去比较遐啦，咱唔免着开到遐9800万的车啦，咱嘛唔免去开咧奢侈品的车，咱个开国产的车就好啊。有国产的车，实在就真好啊，嘛是赶快咧走，哦。啊，三兄哦，处事有礼貌，三。出书哦，做人出书，爱有礼貌，哦，慢慢咧观察遐人走，哦，爱有礼貌。有当时啊，你也看到咧电视咧有吼，迄有诶讲超车过尔，啊，迄号落车落咧硬推硬颠，你咧人讲，迄个迄拢唔对啦，哦。做人出书，你若有礼貌，自然人就会尊重你，会尊敬你，哦。啊，思想吼。见人要微笑，哦，看到人安尼笑眯眯，啊无烦无恼，哦，有钱嘛笑，
无钱嘛笑，吼、哦，啊，饭通食嘛笑，无饭通食嘛笑，吼、哦，啊，就不管是哦，啊，心哦，非常的那个欢喜心，安尼自然身体就会健康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甲一斤好加多少烦恼，吼、哦，肥吼、哦，刚对肥啊，红豆。啊，做回头后回卡倒，啊，有一世人是做啊趁钱，啊，就是咧爱放荡来，啊去用倒，啊有咧乌白投资，投资股票好好，啊烦恼，哦，啊，你想啊，咱笑会出来。啊，规日就甲带烦恼啊，烦恼甲带病啊，啊，要安怎笑会出来啦？哦，啊，囝若不孝，啊，佫甲你食毒一个，啊，你怎笑会出来？哦，啊，迄、那个有时吼，食亏不要紧，哦，有时吃亏不要紧。咱人吼，你要食亏话紧，碰米话紧，吼，你要食亏，食亏就会降翻盐嘛吼。无碰米一个话紧，我们慢慢个咧斤斤计较，哦。你若愈计较吼，啊心内就愈袂平静，哦。啊，六小吼，待人要。厚道就是啥呢？咱像迄个厚道，你若厚道的人吼，做代志吼，
爱的七修心，心内无烦恼，心内无烦恼啦。哦，你若心内若有烦恼，嘛是无奈心，哪会带病呢？啊，是咧烦恼啥？烦恼囝儿事事拢无穿，啊是迄落烦恼无饭通好食。即摆当有啥物烦恼？啊，像咱有道就出来甲修，啊有班就出来甲听，啊迄落像体有班若有就出来甲教，他们自然饭就煮便便互咱食，啊咱着有啥物好烦恼？哦。他八修，口中多说好，口中多说好就是啥，拢讲好话啦，讲好听话啦，茫打妄语啦，哦，拢娱乐啦，啊，拢赞美，讲迄赞美的话啦，鼓励人的话啦，哦，拢讲迄好话，存好心讲好话啦，哦。啊，十修吼，那九修所交接亲属啊，所交的朋友吼，拢总分组啦。第二交的食赌的啦、外表的、啉烧酒的、食薰人啊，拢是分组，嘛去交交迄落啦。你若交对迄个外表的，啊就落啊。尤其你若交对迄个食赌的，哦，啊，你着规家伙啊着惨啊！真正，你若食赌的，真正歹袂起，规家伙着拢去啊！啊，师兄吼，大家成佛道，你若会当照安尼修啦吼，照即、這个即十行安尼安尼修吼，一定心就倒的啦。别囡仔吼，一定会当对到你遐，甲咱老母了是吧？哦，吼，乃当人人吼，拢会当思想，佛国净土就逍遥啦。哦，佛国就是咱无极彼天嘛，吼，净土安尼，迄非常的逍遥。哦，佛国就无极彼天遐，做仙女啦嘛，吼，咱要来做就要来做，要来当就要来。当哦，要来使就要来使哦，安尼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逍遥哦。咱过来听一遍。咱会晓唱，做伙唱这条歌，做伙听啦。在社会中，不可能离开群体而独自生活。
因此在群体里该如何与人相处及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，这首实修歌给了我们最好的方法。什么方法呢？就是和人相处不计较不比较，对人有礼貌要微笑，学吃亏要厚道，常说赞美好话，多结交君子朋友。如果可以做到这几点，那么不仅自己没烦恼，也能和大家共成佛道。所谓人成即佛成，就在这首实修歌里。小人我不计较，二兄弟此不计较，三兄弟是有礼貌，四兄见面要微笑，五说吃亏不要紧，六兄待人要厚道，七兄心内无烦恼，八兄口中多说好。九兄说教戒君子，十兄大家真多好，感恩。